这么多年你都去哪儿了？为什么躲着我？为什么不见我？ 这些年，你都在干嘛？什么都做过，也没什么好说的。我们有8年没见了，你就不想跟我说点什么？我妈呢？ 知道他现在还在不在这个世上？你心里有的，他不会死的。放心吧，总有一天，你们还会见面的。 你来了，走，跟我进屋。我给你倒点热水。 这儿也没什么别的好吃的。哦，对了，这儿有橘子。行了，你自己吃吧。我找到他了。谁呀？华罗。 这孩子从小长得就好看，现在也该变成漂亮的大姑娘了。你告诉他我在这儿了吗？没有。对，不能告诉他，他要是知道了，肯定会来找我，这样会连累他。 见不见他不要紧，只要他能过得好，就让他以为是我死了吧。
哎，你看看，这花蔫儿不成什么样了，卖谁去？何高原呢？他去找小磊了，要不我现在打电话把他叫回来。嗯。这花真蔫儿啊！有你那么说话的吗？那你看这花真蔫儿。闭嘴！麻烦您帮忙留意一下我儿子丢了。 麻烦您帮忙留意一下我儿子丢了。来，他这段日子就跟疯了似的，什么活也不干，大街小巷的白天黑夜的去找小磊，有好几次。 半夜的时候，他接到别人的电话，说有小磊的消息，他立马就出去。可那人都是骗钱的呀，最后钱没少花，但是一点消息都没有。崔警官，刘警官，你们帮我劝劝他吧。 我现在跟他说什么，他都不信，他也都不听。我跟他这日子真是没法过了。有小磊的消息了？找到人了？还是有新线索？都没有。 没有，没有你来干嘛？你哭什么哭？何高原，我不敢保证能找到小磊，但是我一定会对我的工作负责，你也得对你的家庭负责。